因为春风跟我讲过一句话说，其实他我们很早以前就认识了。你们来我们学校表演？我们在你们学校表演。对啊。然后在哪里见到我们？没有，你们问我厕所去哪里走？对，我们在厕所见。为着理想坚持这多，有时落魄，有时丧气，家在有吃的兄弟，为我扛心内话。祝福你健康快乐，大家欢喜过。金太少年，金太少年。刚不是彩排的时候说我们要自己介绍自己？所以啊，来来来，再次，让我们欢迎911。然后呢？让我们欢迎动力火车。因为春风跟我讲过一句话说，其实他我们很早以前就认识了。我读书的时候。不是读书的时候，而且在哪里认识？你们来我们学校表演。我们在你们学校表演。对啊。然后在哪里见到我们？没有，你们问我厕所去哪里走？厕所在哪里？哪里走？所以我们在厕所。其实这个真的，这个非常非常奇妙。对，这个一开始就因为上厕所的关系，然后到一起站在舞台上。啊，后来、这个、后来就一起都跟这样。我在跟真的吗？秘密啊，我入围坎城。入围坎城，真的吗？哎，各位拍手一下好不好？真的假的啊？你是开玩笑吧？真的吗？还是开玩笑？开玩笑。下个月去放。啊哇，什么、啊、真的吗？真的啦，真的。大声一点，他听不到。哦，就是那个电影吗？不是另外一个，还没出，哇，那我们真的非常的期待，所以我觉得911是非常有才华的，这个真的很谢谢这个911帮我们做嘉宾。謝謝謝謝